各位投资朋友，打开后很高兴呢，今天又来到我们股市之宝。那我想呢，今天这个盘哦，震荡的蛮厉害的，哦，震荡的很厉害。那当然，这个行情我一直跟大家提到过啊。事实上，很多人当然来到这边啊，指数是创新高啊，但是你会发觉到，除了台积电之外啊 ，Big 嘛，赶快嘛，哦、啊，除了 NVIDIA 之外啊，其他都一类的哦。那当然我个人是认为这样的状况它一定会改变的，它一定会改变的。所以我在昨天的测标上面我就跟你讲说，事实上资金不予匮乏、哦、是现在量滚量，但是未来它一定会变成怎么样，猪羊变色、哦、当然我一直跟大家提到过啊，就是说股票市场里面啊，事实上很多人啊，就是会看基本面技术面，但是说句实在话，你看这一波上来不只是台湾、哦、即使是美国它也很不合理嘛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会发觉到美国除了 NVIDIA 在涨之外、啊、除了台积电 ADR 在涨之外、啊 你看到特斯拉怎么样呢，对不对？苹果怎么样呢、啊、所有的这些美国的这些电子公司啊，科技股啊，也很除了 NVIDIA 之外、啊、除了 AMD 之外，其他都跌得稀里哗啦。那事实上这样子来讲的话不合理嘛，因为你接你 NVIDIA， 你接你主要是说哦，我这个未来的 AI 嘛，那为什么我 NVIDIA 它未来能够大成长，是因为我以后我要把这些 AI 卖给电动车，我要把这些 AI 我要卖给手机，我要把这些 AI 卖给所有的这些科技的 3C 的产品。不过你真奇怪啊！你今天你 NVIDIA 起到安尼，你其他在三 C 的，要以后都是 AI 的三 C 的产品，安那落落到安尼，哦，所以你如果当然你从基本面来看，它是不合理的，哦，是不合理的。但是这个就是股票市场里面，所以股票市场里面往往就是这样子，我这样讲你就懂了嘛，就是说资金它会一窝蜂的去追逐啊。他管你什么，我以后特斯拉是不是变成 AI 特斯拉啊？我用到这个 NVIDIA 的处理器晶片，对不对？我这个其他的，我像比如说我这个手机苹果，我是不是以后都要用到？对，那按照道理来讲的话，那苹果跟特斯拉也要跟着 NVIDIA 一起涨才对啊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你接你 NVIDIA， 你把这些东西都卖给了这些啊手机、这些苹果、这些啊下游电动车这些啊，奇怪啊，你好，怎么会人家会不好呢？哦，所以可是我们看到股票它就不是这样子，哦，所以股票基本上来说的话呢，它就是一个怎么样资金的一个啊投机炒作的市场嘛，对，所以说你就很难用基本面。那一样的，在台湾也是发生了这样的资金排挤的效应，当然。我个人认为在未来来讲的话，当台积电当 NVIDIA 在，如果它一定会它涨那么多，它不管未来是不是会再继续涨，它一定会休息的。当它在休息的时候，这个资金它一定会往现在怎么样，现在有很多股票、哦、被错杀的这些股票身上去集中了嘛。那你去想想看，只要 NVIDIA 只要台积电的资金一撤出来的话，那其他的那部未来我相信那个涨的可能会很可怕，涨的会很可怕的。所以我在昨天的测标上面我跟大家提到过，说这个资金它会转移、啊、所以到时候它一转移了以后，你也不要问我说哎，有的股票为什么会喷成那样子。所以我昨天在节目上面我曾经跟大家提到过嘛，以前四星 KY 曾经前两年曾经从1000块跌到300块，跌了10只跌停板呢、欸。哦、那四星 KY 是被人家骂，这四星 KY 要求四星 KY 怎样是一个，可是后来你看到四星 KY 怎么样涨上来的，从300块爬到今天的4000块，那他为什么他能够从四星 KY 从300涨到今天变成4000块呢？那就是因为他曾经从1000块跌了10只跌停板跌到300，那筹码是洗到干净不能再干净了，没人有了嘛，那没人有是谁有哦，那一样的嘛。今天大家把资金全部都去追台积电了，全部都去追 NVIDIA 了，对不对？你什么人都，那当然这个台积电跟 NVIDIA 它未来怎么样，它当然它会遇到一些压力了。哦，遇到压力，因为大家都进去了嘛，然后都把其他的都卖掉了嘛。那当你把其他的都卖掉了以后，就没人有了嘛，
那没人有的话，那谁会往下接呢？当然最主要除了一些特定的资金之外，那就是大股东了嘛，就大股东了。所以我说，我今天我要跟你提到过的一个重点，就是说其实股票市场里面现在会发觉到它就是在里面，尤其是当冲的人，你今天说真的五六千亿的量，将近有两千亿都来当冲哦。所以我陈老师常跟你讲说，你要去了解到这个现象。当然有很多的股票现在你反而怎么样，你反而要特别去注意到，像我这两天一直跟你提到过这个，你看看九阳神功啊，我之前跟你说这有大内差啊，这九阳啊，你会觉得它可以买吗？1月17号的时候，当然 这也不只是讲一天了，对，这也不只是讲一天了， 这已经讲了很久了。8040，我当时跟大家提到的时候，我说这个啊有消息哦，这有消息，你看看这两天，你看看，你看这两天，你看，你看昨天，你看这这么多人在等着啊，买不到啊，也没量，今天还是在等着，还是买不到，还是没有量，还是没有量，还是买不到。那我今天我就跟你提到过嘛，所以股票市场里面，你看看1月17号，一天才362张。那我怎么会有这个？怎么烂到这消息？我们怎么还在跌呢？你看这边还在杀呢。那我们怎么会有这个消息？你看一天成交量，一天成交量，我就跟你讲啊，这个有内差、啊，有人啊会怎样给他？我还这边还写给他合并呢，大家还过来一下合并他呢。对，虽然我当时这边是贴着啊，有没有？我就跟你讲，很重要。所以陈老师常跟大家提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哦，你要了解到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当然大家都很关心台积电啊，最终的目标价在哪里？我今天有一份资料啊，今天要送给大家，你一定要来拿哦， QR Code 啊，要来扫 QR Code。 这个是政府内部啊，民进党来的消息的，说台积电要看到这里，但是你这边一定要卖哦。那这个价钱是我看到，就是蔡小英啊，蔡小英这个卸任的时候520啊，这个是民进党内部啊，总统府内部传出来的消息，台积电要到这里，但是你这个价钱一定要走哦，我已经跟你写了哦，这边一定要，这个是我跟你讲的内部消息，你家一定要知道。所以今天的 QR Code 啊，我这个资料我不能给大家哦，拍谁？我不能给你啊，就像我这跟你讲啊，你有消息吗？你干嘛消息？你有没有消息？你这有没有消息啊？所以我今天我这一份资料要给大家，一定要进来拿，知道吗？一定要进来拿。哦，这里民进党里面，民进党啊，近乎传出来消息啊，520蔡小英之前啊，520之前啊，台积电要来到这个地方。那当然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数字呢，是这个很重要哦，这边的数字是一还是二还是三还是四。这个位置的这个数字啊，这个位置这个数字是一还是二还是三还是四，很重要哦。我陈老师我有消息，我跟你说这你闹心，我跟你说这有消息你闹心，你看看现在买不到了，你看昨天你看2000张挂2万多张，今天你看2000张挂1万多张，你看2000多张挂1万多张，昨天你看2000多张挂2万多张，你现在怎么买？怎么买啊？1月17号你也不信啊，一天才300张的成交量。所以我今天我给你的，你一定要来扫我的 QR Code 哦，我不能给你哦，我这资料不能给你，我今天在我的 QR Code 里面啊，必扫 QR Code， 一定要进来扫。我跟你讲的不是技术分析啊，我跟你讲的是内差，懂吗？我没有在跟你讲技术分析啊，我管你什么技术分析，台积电要到哪里，我跟你讲的是这个政府传出来的消息，台积电你这边一定要走，有没有听到？一定要走，一定要走。我以前跟人说那万海啊，我当然有讲，我299你赶快丢啊，你知道现在万海剩多少吗？我以前跟大家讲说那万海299你要丢，你知道现在万海剩多少？还有我跟你讲啊，你看这个九阳啊，我跟你讲
这九阳我跟你讲有内差、啊、最重要最重要有一只股票，这一只股票啊5403啊，这一只股票中华之光非常可怕、啊、我跟你讲这个有比九阳更大的内差，这一只股票5403啊，你拉回来你一定要用力买，这一只股票有比九阳更大的内差，我跟你讲，我这边给你写啊，这一家公司啊三个字啊，将要合并它、啊、这一家公司啊5403有比九阳更大的内差，你等着看这间公司啊5403啊，这个有比九阳，我今天把这份资料啊我也在我的 QR Code 里面啊，还有这两天一直跟大家提到过的这一只股票，未来我跟你讲外资法人会爱不完、啊、郭富城有一条歌叫爱不完、啊、有一些股票啊你拉回来你一定要注意哦，我这边跟你写现在 1XX 未来会到 5XX， 你 EPS 来看一下这边哦，我正好是跟你讲你要注意到这一只股票，未来这一只股票外资法人会爱不完爱不完，我跟你讲这种股票啊你以后你买不到的，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要跟你讲的这一只股票非常可怕，两个字两个字我不可以说两个字，这间公司我今天跟你说比九阳更大，这间公司三年他下个星期将要公布了，他下个礼拜将要公布他要合并这一家公司，未来我跟你讲这个会像九阳一样你绝对买不，你就到时候两三万张挂着就1000张成交量，你相不相信这个这5403啊，哎，我讲话你不相信啊，但是最重要的今天我要跟你讲哦，不是这个内差哦，这个已经你不用买了啦，你这怎么买啊，早不买，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咋两万多张两千张在等，今天你买 不用挂那么多了也买不到了，但是最重要的跟你讲今天一定要进来扫 QR Code 哦，陈老师、欸、台积电也跟1XX哦，我跟你说的不是技术面哦，我跟你说的是小英的心意我跟你说的是小英的心意啊，不是什么技术面哦，520在小英最后520之前台积电上看，我跟你讲你这边一定要走，你不到这边你不用卖了，一张都不用卖，一张都不用卖，知道吗？所以今天我跟你讲今天一定要进来扫 QR Code， 有人说陈老师 啊你这份资料可不可以送我，不行，不行，你今天进来的 QR Code 你一扫就有台积电民进党的受理，我跟你说比较快，民进党的受理你到这边一定要走、哦、你管他什么基本面技术面啊，民进党的受理在这，民进党的受理，所以你现在你如果是看到网络的啊 YouTube 也好，你看到电视的也好，今天一定要扫 QR Code， 我跟你讲哦，我这个东西哦，我每次讲这个你不信啊，九阳神功要功瓦固啊，你现在买不到了啦，还有跟你讲啊非常可怕，我跟你讲这家公司三个字知道吗，下个礼拜很快你小心会有消息，这家公司会比九阳更大的大内差，大差点点点和点点点并，我再讲一遍哦，大点点点和点点点并，下个礼拜我跟你讲到时候就是可能三万张排队，比九，我这边写这边你不会信啊，我写这个你不会信哦，
今天这一份资料也在我的 QR Code 里面，我要告诉你它会涨到哪里。还有一直跟你讲，你绝对绝对要放在心里面的未来外资哦，我没有跟你讲什么法人哦，我跟你讲外资会爱不完，外资啊，2亿的股本，这个股票叫爱我。有一天我跟你讲，你看看这一只股票会够飞呗。我跟你讲的东西，未来外资6204爱我，未来外资会不会爱不完？你一定会印证我所讲的哦。郭富城有一条歌叫爱不完，爱不完哦。2亿的股本，来拉近一点。2亿的股本哦，顶个月哦，不是这个月，顶个月哦。最重要的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今天我在 QR Code 里面，我跟你讲啊，很多陈老师啊，我九阳排不到呢。对，你九阳是排不到啊，你这个以后更排不到。我跟你讲，后礼拜会不会有什么消息？陈老师啊，啊你那时候1月17号你讲你也不讲明，怎么我能讲吗？我能讲吗？啊，我这样我能讲有什么吗？我能讲吗？我能不能讲？不能吗？我1月17号我能讲吗？所以我今天我跟你讲这个我也不能讲。520小英，我当时是不是就告诉你，我很早之前我就告诉你，这一波很多人说看今年是先下后上，我说看是先上。因为什么？小英520要卸任，赖清德选上之后一定是拉到520，一堆法人还什么今年先下后上，你空的消维，你觉得？我跟你讲，你今天一定要来扫，知道吗？你到这边你一定要走了。啊，这边是尤其这个数字到底是一，还是二，还是三，还是四？你卖早了，你卖飞了；你卖晚了，你也不用卖了。这下来也很快。我跟你讲哦。我讲的物件，你拢冻戆戆的，你拢冻戆戆的。你来啊！你现在怎么买？你现在怎么买？买不用买了嘛，没成，都没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我把这些东西放在我的 QR Code 里面，你不用打来，你在我的 QR Code 里面今天全部都有资料。好啊，会记得哦，爱我。郭富城有一条歌叫爱不完，有一天啊，有一天可能我跟你讲了，你在这边你一定会买的。现在这样子啊，而且我跟你讲哦，明年这样子，明年 EPS 啊，今年呢、啊，这是去年呢、啊，今年呢、啊，卖空不要讲，不要讲，去年是这样子哦，今年是这样子，最少今年是这样子。甚至未来有可能都这样子 EPS。我跟你讲，到时候法人啊、外资啊爱不完。
这是订购的哈。哎，各位投资朋友，我在讲东西，你有没有在听？我一句话就跟你讲，你今天一定要扫 QR code。你不要再问我了，我在很多人看坏，我在今年，我在去年我就跟你讲了，很多人说龙年会先下后上，我说赖清德选上了。还要再喷到520，我有没有讲这句话？我说今年搞不好什么先上后下嘞，等到蔡英文下来了以后，大盘才会开始震荡。我有没有讲过这句话？我没在跟你讲那边技术面、基本面哦。所以今天各位投资朋友，你一定要给我进来找 QR code。曾老师啊，我有台积电呢，我跟你讲，你动作快一点。我跟你讲，现在有人看什么一二，有人看多少的。我跟你讲，你不用管，你不用管谁看什么，你只要管总统府看哪里，你只要管总统府看哪里，好不好？不是你看哪里，不是你投顾老师看哪里。我讲这你敢有在信？刚讲一天而已，我讲这你敢有在信？有当时看久哦，有当时看久，你怎样看？为什么要你会看得出东西来、啊、我跟你讲，等你有一天你买不到了，我跟你讲这三个字哦，记住我讲的哦。这一家公司以后你会印证我三个字，这一家公司。这一家公司三厘哦，不是两厘哦。下个礼拜，如果有消息出来了，比九阳哦，比九阳更大的大内差，我跟你讲，不用卖，不用买了，跟九阳一样，20000张等着买，成交2000张。什么叫比九阳更大的大内差？哎、欸，你有信我吗？啊？陈老师啊，公家顾啊，在九阳神功一类，我你干你有信我吗？哎、欸，最重要日期啊，多早以前呢、啊？我陈老师跟你讲三个字，有没有听懂？三个字。我今天都放在我的 QR code 里面，我麻烦大家今天 QR code 把它 刷爆。我陈老师再一次跟你讲，我讲的话你有听进去过吗？陈老师，股票不是看技术分析哦，那我在看什么内差？我跟你讲，小白都看技术分析，都是聊聊。我陈老师再一次跟你讲，我跟你讲的东西放在心里面，有没有听懂？三个字，后礼拜。比九阳更大的大内差有没有放在心里面？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。金融献瑞贺新春168飞龙在天专案。金龙飞天让你旺一整年，发财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
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各位，非常可怕，好好把握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